在于他们的三分线外哦，目前13投仅1中，没有太好的三分火力。剩下3秒钟了，这个转身还差一个精彩的步伐临阵。最近几乎每一场比赛在上半场结束时都有这样的画面。哇，这领航员的气氛真的是相当好，大家都非常的享受啊。对，享受比赛，开心打球啊。上周是陈玉瑞的拆弹哦，这周有林振，哇，这个脚步是非常的精彩啊，领航员。